我给大家介绍这款气泵，11厘米的小巧体积，却拥有30 PSI 的气压与每分钟 10.5 升的排量，110伏至240伏宽电压全球通用，内置自动停机开关，可适配所有双动喷笔，50分贝以下的作业声音不再影响家人休息，赠送的油水分离器。此款产品分为白色款与黑色款。我们先看下气管，气管两头都为不锈钢接口，接口都是一样的。接下来，我们把它连接到气泵上。这是我们赠送的油水分离器，相当的精致。把气管另一个接口接到油水分离器的底部接口。这个是喷笔，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多准备几支。我们把油水分离器接到喷笔上，这个是一个笔架，方便喷笔的放置。安装好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喷